主料：低筋面粉100克，鸡蛋30克，辅料：黄油30克，芝士30克，糖等20克，盐 0.25 勺，小苏打 0.125 勺，黑芝麻10克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用餐人数：1到2人。黄油、芝士室温软化，然后打发，加入糖粉，继续搅拌均匀，加入蛋液，打成均匀的糊糊。面粉过筛，与黑芝麻一起拌入糊中，所有材料拌成面团，面团直接放在高温布上，用手推成长方形，并用擀面杖擀薄，越薄越好，然后切割，在表面用叉子搓细洞洞，把弄好的饼胚放好盘上，预热烤箱180度上下火烤25分钟左右。烹饪技巧：面团越薄越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